在城里住的还习惯吗？高毅，我跟你之间不需要这些开场白。立冬下周会有一个运动节集市的活动，我把市场部负责人推给你。我们给你们留了一个铺位，租金不高，还能给到很多宣传和推广。不必了。不着急回答。没有什么可答复的。江湖现在不是一起有事的时候。 以腾越目前的状况来看，应该更多的去了解市场环境、消费群体以及销售的渠道，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。我只想帮你，高毅，你看清楚了，我是江琦胜的女儿。你处心积虑的把我爸引入骗局，搞垮自由旗，不就是为了看见江家跌入谷底，再也爬不起来吗？你现在说要帮我救腾越，我是长得像傻子，还是你觉得人格分裂很酷啊？ 是，没错，我现在是巴不得有人帮助我，我也可以接受任何人的帮助，徐思、张文善，我都可以合作，但是唯独你，除了你，高毅，需要我再解释一遍原因吗？我现在之所以还能站在这儿跟你说话，那是因为我在克制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提醒我有多可怜。